曹鑫，记录裁判员。刘金浩、王瑶瑶，运动员杨航，英国选手苏拉杰、拉瑟。下面比赛开始。你好，苏拉杰、拉瑟。你好，你好。首先选手，中国开始选择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杨航获得开始选择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江西修水站 TV1 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苏鑫元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张群勇。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英国的球手拉瑟，对阵屏幕右侧来自辽宁的球手杨航。比赛依旧采用13局7胜、80分钟限时，双方轮流冲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杨航开球。上来定颜色，带着很强的右塞啊，想去重新再去做失误，力量太轻了。嗯，你12号看似难啊，但是10号球这边可以衔接，所以唯一的难度就是15号。对，有过渡球啊，12那边。再一撞红三，还不错啊，刚好全部 K 开。那么看你单一球啊，尤其是库边的15号球的一杆准度了啊。最后留15啊，15作罢。或者甚至于说你倒出第二颗啊，打15，15去叫带口的11啊，11叫把都可以。就是你把这个问题放在前面的某一颗球来选。还是往下走的有点少，又没有敲到一个非常好的中带啊，变成了一个底带。如果说想要拼中带，大家还需要从一二缝隙中间过来，那就没办法，只能先叫十一。但这台球如果打底带，还是有机会可以叫15号。
叫横边库，下来，那就只能是先打十一了。实在不行，这个球如果说叫到十五号就上方太难的话，做一杆翻带也可以。对。但是他量的这个位置啊，应该是最完美的位置。看看啊，上来先选。啊，上来选。这杆就得好好想想。还是选择第一方案啊。直接低杆。哎呀，翻带吧。嗯。差了一点点。拉瑟选手拉瑟，右边二号呢中带是不太好去接力的，左边七号球一杆亲球，拉瑟也是大个儿啊，对，先做防守还是破坏？破坏掉，放到这儿十五，右上角底带是不太好去打的。这二号球挡着这个位置也是很尴尬。如果说你想往右上角打的话，从现在这位置看，感觉有点似够非够啊。洋行就是要轻轻咬到带口。球员的准度啊，以及整个的中式台球的一个思路。简单来说，一号球是一个天然的屏障，如果有想法顺下来啊，可以做一杆防守跟布局，等待对手犯错。看他这样啊，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七号球啊，还是想单独先把七号球打进啊。白球呢打进之后，高杆再从下方的底库往上弹，来往上高杆弹库起来，可以先叫三，力量还是有一点点轻啊，这杆球本次江西的九江站啊，我们是云集了来自全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名外籍球员。对，目前这几颗球来看啊，还是算打得比较工整啊。继续的六号球下低杆横向走，在开球线上方留角度，打黄一向下来交五。乍一看啊，这个拉瑟还挺像这个阿布拉江的啊，只不过阿布拉江比他更瘦，然后头发更多一点。十秒 ，ten seconds， five， four，
不需要强求啊，高杆正常推，力量小呢冲带，力量大呢就是底带。薄了，稍稍有点手软啊。白球小心左边中带，还好还能攻。第一局杨恒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，苏拉杰拉斯克球。中带继续高杆再往下推顶，那现在这个十五号角度 有一点点偏大，并且这盘球里边双方的问题都是很多的，尤其是两两相贴的17啊，11-10，周围的衔接球没有太好的自然顺势来带开的角度。反过来给拉瑟打的话，现在这一盘球目前的机会也不是好的，可以去顺利完成清台的机会。
机会又来到洋行这一边啊。对，有的包，有的 K 啊。对，十秒，延时。这一敲，但是十五还是问题啊。仔细要看一下十五号，右下角、左上角啊。争取可以先调啊，十五号，左上角底带，高杆推弹一扣起来。有强行的叫了一杆十，不会是想把？那只能叫三七缝隙中间了 啊, 啊！这唯一的这条线，哇！从这个大概八号球的右边或者右下方打十五，右边底带。首先要把低杆打出来，然后呢不需要下很强的右塞，弹阔边起来，向屏幕的右上方走，好了。正因为薄了这一点点啊，十五号球没有了。打后的话应该是刚刚好。很前的左塞轻轻打，借力，也算成功的上垒啊。棒球术语，那么右边二号球可以轻推推进，然后用黄衣去帮，帮进之后呢，低杆往回退一点点啊，用这个七号球去挡黑八，也是一杆一上手的一个好的防守球。甚至于说，你有把握，你打进三，留打二号向下角度，直接用中低杆去 K 啊，打二号去顶这个黄衣。K 好了，黄一还能把目标球下方的这个十五号球撞进啊，这两个打法，进攻和防守。相对自由球，看拉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，先摆六，争取啊弹边库下来之后七一中间啊，哎，这样的话这个主球跟其他子球的这个距离也很近啊，方便每一杆衔接。角度不合适，可以打一。这碰球游戏啊，可以打四。不要走太多啊，有一个打五啊，完全往右的角度，对，这样一横三八就可以了。
第二局，苏拉姐苏胜胜，比分1-1。第三局，杨航开球。给传一个，嗯，轻轻打，还可以啊，再来。但是这杆球前面没有传特别正啊，传薄了，所以十号球并没有完全的停在袋口的中央位置。十三需要传十号球下边的薄边才可以。个子高，身材好啊！这么打吧，最后关键的就是九号，留一个角度啊，最好能从1-15中间下来，弹底库往上兜一下二，要不然后边不好清台了。啊，底杆换高杆了啊！换杆法了，哎呦，给对方一个自由球，嗯，杨航，自由球，考虑看看怎么来解决左下方的二号啊，包括黄一，攻三这个位置呢，单打也可以去选择啊 ，K 球有机会去 K， 所以主要还在于二号跟黄一，有把握先摆个二号球。比如说摆二号顶框一，或者摆二号去打进将十二 K 走，然后黄一可以打左边底台，都是可以作为选择的。但是杨航想接力啊，他摆了一个上方中袋的位置啊，四号向下去接力，十秒。不能说这个思路不可以打，但是就增加了难度，对，有风险啊。嗯，摆到这儿了，是要帮进对方的十五吗？看这个架势像啊，
十秒 ，ten seconds。十秒。犯规。啊，杆法太低，并没有吃到下方的底库啊。自由球。十秒 ，ten seconds。就是帮进，白球呢，把左边的边库再弹过来做防守。没拉动。他量的这个位置啊，需要带左侧的旋转啊。注意白球不要掉带。
啊，号又听到了袋口，拉瑟还能拼，看拉瑟的单一球准度吧，这种球。一下一了。第三局杨浩胜，比分2-1。谢谢。关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，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，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， 让梦想更进一步。第四局，苏拉杰拉瑟开球。重在打进白球，再走两库看看四号球，右边中袋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比赛进行到现在，两位选手都没有被对方带动起来啊。嗯，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兴奋啊，很流畅。嗯。还是够啊，高杆，巴黎弹一库。七号还好，球员球还是可以进攻，并且这个位置还算是不错啊。就算你现在不打七啊，打左边红三，然后强行的用六去叫五，甚至于说先把三打完之后先打五都可以啊。当然最好的就是你现在把七打掉，比如够着打或者用架杆。小后拔也可以的，把这颗单独七号球先解决掉。10秒。下地杆横向，有想法可以轻轻带一下黑拔，带到10。那么这个位置看看，角度还是有点过头了啊，因为 K 十肯定是不好停的。打五向上走，留红三向下的中带，或者现在就打红三，然后留六。其实我倒是觉得同意您这个看法。顶一下，然后六下来，先做二，二上去五。
这两个下来就是先交最下方的二号啊，但是要求准度。好球，五号两边都有下，这二号就不需要下地杆了，直接往上推或者中杆往上蹬都可以。地杆往回推一点，中单黑八。第四局杨浩胜，比分3-1。谢谢。第五局，杨浩开球。上来没有什么太好选，六号球能够看到一半，从我们这个角度很难判断说能不能够右上角顶带，如果不行的话15号右上角同带啊，但需要准度。哎，哦，以为是运气啊，九号球挡了一下。央行可以选择进攻六号球，调一个角度，用15下来，用5号球下来。你现在打5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还得再找机会，再上去，再做6。看运气怎么样。
需要低杆横台发力。中台看准度，想好啊。并且这盘球里边的二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七号还需要继续的高杆横台过来叫同带啊，最好能叫到十三的下方，现在用杆来去比量的这个位置。好球，看角度了，支不支持白球打完再往上走，毕竟是八号球在球台的上方一点点啊，像屏幕左边，也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画面里面向上的角度，它由杆尾强行的蹬上去了。看来今天我们的 TV 台是被外籍球员霸台了啊！下一场还是，这是哪位？智利的球手拉莫斯，叫奥桑东。奥桑东，首秀应该是，应该是对。四比一。对手是，对手是陈明。第六局，苏拉杰拉瑟开球。开球时机。开球时机啊，这边央行是选择了继续进攻。这一敲有一点点接近于自然角，但是还需要过渡。就是这杆球是本意支持白球可以往红三的位置去撞，甚至于说叫到一三中间去打这个十四这样的一个可能。下方底带横向有机会顶四 ，K 好了位置还可以继续打十五。这几杆球还都是在调整，对，一直要求你做一些比较细致的处理。
传球了。力量太轻了，十三也是没有起来啊。白球还不能完全停到下面，是必须要上去啊，不能小力。右侧的一杆需要走两库，要规避开对方的黄衣，还在走。哎呦，这根球贴住了，组合都没有了。总上往下啊，看这个解球，犯规，直接是没有碰到，就是犯规。我们本次分站赛的场馆是在秀水县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啊。有时间观赛的朋友，大家可以抽时间来现场啊，观看我们的大师赛。白球，小心，也是想 K 这个七号啊，但是杆网太低，没有 K 到。就可以打左边的五号球啊，争取用四号球来去做啊。打黄衣同样，打进白球从下往上，再去做防守。横向有机会解啊，十二号、十一号，左边中带。直接跳杆了，来看这个位置，五号角度如果不合适可以用红三再调，可是就先打进，那白球再弹，一步起来叫二号。有，并且这个位置看看是不是十二号球漏了。
十秒。这个杆球啊，跳得非常准，但是还要再来。啊，还得扇薄了。目前这几颗球啊，尤其是三号跟黑八啊，也可以不必要去跟对方去争左下角了。利用五号球有机会可以叫右边的袋口。力量太重，还好啊，能打。中袋啊，给推一杆。下方能打进的话，下方二号可以传，轻推。就是在一个这技术准度上啊，关键球又出问题。对，拉瑟还真是差了很多。第六局，杨浩胜一分5-1。谢谢。九万级球器，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。完美双轨设计，三年售后质保，超10年使用寿命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九万级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转二。第七局，杨浩开球。开球时机 ，illegal break。You play。继续打。上一盘有过类似的就没打进啊，这回调整过来了，这个角度向下的比较多。
反手先打九吧。还是想打十啊，这杆球需要从下边对打十绕啊，周围那边的球太多了，还绕到左上方打九号球右边中带。因为你这球如果是下到这反赛打的话，从这个四号球下边上来，从右边再上去就比较难了。你可以带一点，哎呦，好像还真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比较担心他这个校位的能力啊，怕就怕这个。其实正常他从红三的下边从左边上去打右边中单其实更顺一点，而且这边更开阔，没有太多障碍。他可能觉得那边走就是从现在屏幕下方走，他可能觉得更简单，球少点，三号离球太近了。我当时想说先打九，你调一个更合适的角度再上去，就是考验他，因为看他之前的几杆球打的，包括几盘球处理上准度啊、校位啊，感觉跟中八的这个孩子还是不太协调跟适应，总担心会出事儿。看台上刚才也是给到了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啊，说不定未来假以时日，也是我们的赛场的一位球员啊，有没有机会成为，对，保不齐未来十年之后下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他了。哎，这个球失误的不太应该啊。自由球。第七局，苏拉杰拉四胜，比分2-5。第八局，苏拉杰拉瑟开球。
看看中袋，反小了，本意也是没太想进啊，能进再打，不进的话做防守。主要看一下十三啊，就五号球左边那颗花球，中袋。有下，没问题啊。十秒，最好啊，打九之后白球呢往左边多走一点点啊，做一个向右的角度，先做十五，十五再去做十二。其实你现在打十二，到十四中带再上去再下来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其实现在咱们这里边啊，四颗花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十四号，对，主要就是怎么样围绕这几颗球把十四号球打进，同时还能够掉到其他球的位置，是最难的一个球。他选择了刚才我第二条方案，他也会考虑他现在的手感以及整个球形的分布、心态等等方面，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重新组织。尽量较直，十五号。那这样低杆。直的话就叫中袋啊，角度向左比较大，就直接叫九号叫左上方底袋了。对，简单交位。杨豪的这个准度啊，九号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压力、啊。对，还是直啊，叫中袋啊，直接上去，过中线。好。那这杆球就需要你有一个精准的顶目啊。办法千万不要太低，比如说不要 K 在五号球的右边包边，白球放到七号球里面去了，比较紧张的去顶正，然后力量可以收着点，就是中低杆减速去打，还是要绕。有这个球中带，能看见包边啊，看看还有没有啊。应该可以打，稳定的推进就到赛点了。第八局，杨豪胜，比分6-2。
第九局，杨航开球。抵达 AK 进攻，红三上方这颗花球啊，能往上蹬一点点最好，关键是还看这个角度。偏直啊，又是一个大角度从上往下。哎，左边马甲。他那个后面腰带那个松紧位置啊，真是有点危险啊。我发现好多这个球员啊，就是他后面会有这个松紧位置的腰带，但是都不系。对，我觉得把他去系到一起还是安全一点，省得万一什么时候一侧身碰到球了。就是说到这个服装啊，大家可以就是咱们探讨，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还有没有必要说我们中式这个中式台球都十几年了啊？因为斯诺克呢，这穿这个马甲带领结，它不需要跳杆，对吧？它不需要动作特别复杂的动作。可如果说咱们打这个中式台球的话，需要一些夸张的杆法、夸张的动作啊，会影响这个。球员的这个舒展啊，对，就是出杆运杆的一个过程，而且也有些位置会限制你，也多少束缚住了球员的一些彰显个性的一个渠道吧，可以说。探讨啊，我个人还是觉得 polo 衫呢，要带领子 polo 衫就可以了，单色的。带领子 polo 衫啊，就咱们其实这话题以前有谈啊，带领子 polo 衫，或者甚至于说是单色的衬衫，长袖的、短袖都可以啊，然后去穿啊，着装统一，只要大方也蛮好得体就可以啊。下身还是可以保持，比如说继续还是深色的西裤啊，深色的皮鞋，对吧？我们的要求我记得是黑色皮鞋，对吧？有这样一个说法。其实我在想，就是单色皮鞋，或者说皮鞋，啊，像有时候看英国那个斯诺克，像莫菲啊，对吧？马克威廉姆斯啊，穿的格格的，对吧？就我觉得那个英伦绅士的那种，其实也是蛮好看的。那叫哪一年的世锦赛里边啊，那位老将。阿兰麦克马努茨，对，米兹格的应该是一个，我觉得那一套衣服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不也是为我们中式台球的这周边的产品的研发开展，开拓一个思路，慢慢形成一个大 IP， 那个周围的商家、广告等等这方面，自己创造这个商品价值。好，回到球局当中。再防一杆，但是九号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。基本上杨航也是通过一杆一杆啊，都已经将自己的球放到了一个
安全位置上。嗯，那这一杆差一点翻进，没有进的话，那央行可以啊收完了。现在对于他来说非常好的上手机会。嗯，二号球左中啊，左底，那这都是可以去交位的。还是要尽量的先去调二啊，别把它放到后面去打。像你这个五号跟六号都是很开放的位置。稍稍靠边太近了，后面这杆五号叫二的话，白球不会说特别舒服。勉强打进，发力上去吗？又是放弃了啊，变成了先打上方两颗，然后下来在六号调二号，和后面这个六调二就很关键了。一定要留下一个顺势，从左向右的角度。对，因为右下方底边是没有啊。不知不觉，本场比赛也是今天第四个时段比赛。在下一时段呢，是在下午的3:50。杨航都不敢动啊！是啊，这个安球有点吓人啊。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呢，是在傍晚的5:40，大家也是合理的安排好观赛时间。好球，到位啊！看角度调黑八，往前蹬一点点，就黑八就相反中段。这角度太简单了，哎，越是简单，哎，这杆出杆的时候有点快，有点快，没绷住啊。对于拉瑟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，低杆我会推一点，左下方继续，哎，没拉动啊，这个低杆可以推啊，走两库，八号同样叫一个底带，一杆准度，第九局苏拉杰拉瑟胜，比分3-6。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Time out for 10 minutes. Time out for 10 minutes.
第十局，苏拉杰拉瑟开球。犯规。这个安球中的也是打进之后，但是白球，自由球，白球右边是吊带了。带来个角度。打进之后，高杆向前，最好是顶到十四的上半边啊，你不要顶正。勉强可以打，不算很好啊，因为这个十四要收着力，很轻的力去打。右边再过来看中袋，哎，感觉有点向上了啊，等于说是不好去打九挑十。这个位置黑八没有挡十二，可以先打十二号就是。角度大就轻推推进，轻轻顶一下六号球。应该还是最后在出杆之前有点六号啊，脑子里没有想法。所以说专注度呢，在下球点这个环节放的不是特别多，有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
好事多磨啊，杨恒虽然说从时间上来看啊，领先三分八分钟左右，应该是可以获胜，但是目前这个球的局面也是不支持他马上就能够去清台。对，前面一个白球在左边中带啊，右下角底带的一个推杆没有推下，然后还有上一盘啊，有一个多少胜利在望啊，对，有点有一些想法上的一个起伏吧。嗯，哎，白球没碰库，没传进，自由球。虽然是自由球，九号球还是不好打。自由球，这颗球如果从就打十二啊，右边底带，从这个十号球右边过来去刮九，能刮出来九号继续进攻，中带的位置是最佳效果。甚至于说挂开之后呢，出来一个包边，白球再上去，形成一个十号球右下角底带的一个进攻，两个位置是最好的位置。嗯，中带可以打了啊，这杆都可以下来，直接十号球反向中带就可以了。感觉好像有点直，有点直，它会不会轻推啊？如果轻推，还是抬高杆尾打。角度大，看来啊，杨恒自己这边也用手去量了一下，就是你最差十号球还可以接力，最差两边相反叫中带啊，打的稍微再开放一点，那这颗球就是正常往里打就好。看来应该是可以拿下了，嗯，获得胜利了。下场比赛3:50，我们一会儿再见，稍后见各位，恭喜 ，thank you。